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公司的 training， 然后我现在整张脸的东西都是 Chanel 的，还有一个那个超级好用的 foundation， 我超爱的。然后我现在刚结束 training， 然后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公司的 training。然后这我后面这个是加拿大很有名的 Thompson Hotel， 我们的 training 今天就是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哦，这个就是 Thompson Hotel 的正门，然后它蛮高的，上面有那个 roof bar， 就是天空的那种 bar。如果你们来这边玩的话，可以去楼上晃晃，它可以看到多伦多的市中心。但这附近是没有地铁站的，所以你们可能要坐 Uber 之类的。但是这个 hotel 里面很漂亮，今天我的 vlog 里面会分享。然后它旁边有一些 diner 什么的。那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我的影集，就来看看我今天一整天怎么过。我刚用了这个 foundation， 这是 Chanel 今年夏天新出的 foundation， 超好用的。你看我的皮肤，我还没画眼影，可这个好好用哦。它看起来好像很深，但是画上去不会深。我今天的 OOTD 跟大家看一下，又经过楼下的 Winners。这是很薄的外套，然后一件毛衣的项链，它是一个小药包，然后我上次买的那双鞋我已经穿上了，还蛮保暖的。我没有走很多路今天，可是它还蛮好穿的。然后我上次看有人这样打结在后面，所以我今天也学他们打结在后面。这件裤子是蛮保暖的，里面有刷毛，然后也防风，是我之前跟我朋友买的。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买，不过对啊，在多伦多这么冷的地方还蛮好穿的。请原谅我的头发，因为我等一下就要洗头了，头发有点乱。那我要去帮汉吉拿药咯。公司今天来 training， 然后在 Thompson Hotel， 刚好 Thompson Hotel 里面现在有很有 Halloween 的味道，就拍给你们看一下。然后我们公司的 buffet， 我真的很爱来公司催你，每次来都可以。你们看这个，他走还会变脸，变恐怖。每次来都有好多东西吃，好爽，就是一个 buffet 的概念，把假东西吃啦。这是 Thompson Hotel 的一楼，然后我们现在要吃午餐了。我们今天中午吃的是印度菜，哇，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对不对？我现在已经闻到好香的味道了，我闻到咖喱，我要去拿菜，拿菜完之后再拍给你们看。哎，我的摆盘没有很漂亮，我直接给你们看吧。这里面有羊肉，然后还有鸡肉。然后这个好像是很辣的辣酱，我拿了一点，然后有炒粉，还有蔬菜，季节性蔬菜，然后有汤，汤我还没拿，然后这个酱是沙拉的酱，然后这个沙拉看起来很够味，里面有洋葱，然后这个面包就是印度人一定会有的面包，我要去吃啦，我先要去拿那个汤。我刚刚帮我自己做了一杯茶，然后我加了一整罐的蜂蜜，它茶包都好可爱哦。我刚刚是，你看它有好多种不同的茶包可以选，这是 Camel， 然后这个是蓝莓，这是 Earl Grey， 然后这是 English Breakfast Tea， 这是我刚刚选的，我是选这个Orange Poke，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它是什么，但我就想说泡来喝喝看。然后还有 White Tea， 然后还有这个 Peppermint， 这是一个 English Breakfast， 看起来是不是很好喝的感觉？但还有一堆这种有的没有糖，你可以自己加，但我觉得加蜂蜜比较好，所以我就加蜂蜜了。现在是我们的下午茶时间，我们的下午茶有 donuts cheesecake， 还有糖霜 donuts，
更多 cheesecake， 那看起来像 cinema。 这个感觉不知道里面除了好像还有包一些像 nuts 的东西，看起来很好吃。 Mini mango cheesecake。 This is my colleague. Hi everyone. Hola. We just done our training today and we are about to go home. Bye. Bye.我帮汉吉拿好药了。我这个礼拜带他，上个礼拜带他去看医生以后，然后医生打电话给我说，汉吉已经有一点就是他的 kidney 不太好了，就是 kidney 他的肾，因为他一直长期在吃药嘛，慢性病、心脏病，所以要开始吃就是。对猫的肾脏比较好的药，比较好的食物，但我还没有去买，所以我买完之后呢，我到时候可能再做一集跟你们分享，就是如果有长期在服药的猫咪，这光怎么那么丑？可以吃什么样的食物？因为我这个礼拜才会去，然后请大家祝福汉吉，希望他早一，他可以再活久一点。身体健康可能没办法，因为毕竟心脏病就是一种病，就是一种无法痊愈的慢性病。然后像他这种年纪的猫也不可能开刀，而且开刀有可能会提早让他跟我说再见，所以我现在就是让他每天吃好喝好，爽爽的做爽极就好了。希望他能活久一点。那你们还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吗？如果然后我还有一袋礼物，礼物里面有好像是化妆品，跟我还赢了一个小口红，好开心哦！一直好想要一支新的口红，最近好干，而且你们知道 Chanel 的口红超好用的，用了嘴巴都不会干。然后谢谢你们今天观看哦，记得订阅我，给你们一个小爱心，要记得订阅我。然后今天真的是吃肥的一天，哇，吃得好饱。那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哦，我明天又休假，我明天会再帮你们做更多更好看的影片。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关于多伦多的事情的话，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喜欢我的频道，在下面留言。如果你也住多伦多，或者是你不住多伦多也没关系，就来跟我聊聊天吧。那我们下期见，拜拜。Breathe it.